你们先静下来。啊？怎么静？我不会下来，你放心。我答应大家不下来。你下来！我是干什么的？我来，你上来，我来就带上来了。先放下，我比个心啊，比个心啊。你不要把我当个小孩哦，你乖哈。我真的没有想过，就是我六十几岁还。还可以看那么青春的演唱会，没想到你们这种年纪还那么疯。我们在这里，我们每一秒钟，从我开始我就看到我在后面等的时候，你们已经按捺不住，对吧？没有关系，爱刘德华是美的，爱刘德华是幸福的。每次感觉到你们的爱，我都会很幸福。我不知道你们感觉到我的爱吗？你们真的感觉到吗？不会觉得我，你们这种艺人就是这样，不会吧？我只有一样事情不能答应你们，就是下来。其他都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。我们结婚，我们现在就结婚，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吗？你们愿意吗？哎，我跟一万人结婚了。啊？我不用彩礼，哦，我没房。我没车，但是我有老婆，我有女儿，我管她，没关系，我们就一家人啊，就是我结婚了，所有女孩就是我老婆，所有男的，我们就是兄弟了啊，我是你的哥哥，从现在开始。你爱我会多久？是时候打个勾勾了。麻烦你们都举起你们的右手。我准备了。你们要爱我。爱我。爱我。结婚了，爱我一万年，对吧？那我们就一家人了。接下来你们唱了，你们唱给我听可以吗？接下来这首歌不会唱，自己离开了。真的，我说真的，接下来这首歌就是一起走过的日子，就交给你们唱了。预备，开始。